但是你不是我没有爸爸的，我当时就应该的。干嘛？放开！你怎么这样讲话？你怎么这样讲话？怎么这样讲话？这样讲话！我在做我的工作，我怎么了？是不是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放手！你站住！站过来！我就是今天就你站过来！我帮你。你前面推我什么意思啊？我推你什么？我推你啊！你也看清楚，你不要跟我起吵！我推你啊！你出来！你看，那你站在我怎么站的？我哪里没有起吵？你们曾经过来，你到底真没见没有？把他搬下来，不打死他！奶奶，你气死鬼了！也不过成为你是气死鬼了！好，都打了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不讲道理了！我跟你说，你就叫刚才回到我们的人，他说两个小时，你叫他出来。是两个小时吗？两个小时。现在你干什么？你叫他去出来。我讲道理的，我说我们要是在监狱里面，你要放心啊。